3月29日至31日，世界著名芭蕾编导大师约翰诺伊梅尔将率领汉堡芭蕾舞团访华，在北京天桥剧场为观众献上经典芭蕾舞剧《茶花女》。芭蕾舞剧《茶花女》是约翰诺伊梅尔的经典保留剧目之一，是一部构思非常巧妙的作品，用舞蹈展现剧情，对于人物的心理细腻刻画及戏剧情节的巧妙描摹，堪称戏剧芭蕾的经典，是20世纪芭蕾史上少有的一部佳作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